搭高铁去八达岭站。从北京北站坐到八达岭，还要半小时，坐巴士快。没事，他就过来了，方便。非人，还是硬要先来星巴克。早餐时间。又到长城飞好汉，成为好汉了。好汉了，好下山。根本还不在山上。我们要缆车登城。Oh no！ 节省体力。往这边。我们开盘了，里面有多少？最后一段，只爬了一小段。对啊，我们也是很陡哎，天又热。我们只是从这爬上来，这边都是。还有这儿，这拍的也可以。我们下继续往上爬吗？咱这下得沿路吗？够。在这个怎么扣？好凉好凉哦！到了第八最高的，到这个最高点，这边下去吗？是这边人进。您现在的位置是北八楼好汉坡北八最高峰。北八楼，拥挤北八楼。决定就这样子，不要再爬了，等下再回去坐缆车下去。往下，前方通畅，太棒了，跟刚上来都不一样。超陡的，超陡。看坡，往下。你看到我吗？
看一下缆车。这里超斜，超陡。找不到那个碑，好汉碑，拍这个就好了。这个就是好汉坡，爬上北巴的人好多。好汉坡，爬这一段就够了。我已经是好汉了，不用爬太多，太累会脱水。是吗？我要来买长城雪糕。得到了，长城雪糕，麦太好，只剩下牛奶味的。啊，长城雪糕。那我去哪都要吃个雪糕，因为是黄山忘记买，所以现在看到就要先买。汲取教训，成长城了，大的点了。你看这个是北七，北七好像不怎么好听。这是北七，还不知道往回走的路在哪儿。看一下，它的正前方。啊，就是黄汉坡，然后到上面要到北巴。长城的猫。要冲出去了。中间可以吃，哎，这是真的吗？炸一炸糕，坚果泥，坚果泥，
很像一个小的花园，小的。现在是一个原味。